山在水上春晚，欢迎您收看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独家冠名播出2013年辽宁卫视年度巨献大型季播娱乐栏目《本山在水上春晚》，再次欢迎大家，欢迎各位。经过上一周的角逐哈，本山老师6组弟子已经有5组，整这大声干啥？你能听着啊？这多扰民，你说啊！那老梁点评的好。呀，这沙发让你造的，刚收拾完又造这样，天天就搁这萎呀！哎，起来收拾收拾，往那边躲躲。啊！我让你往那边躲一躲。你爱的人是你和我。对，这是啥呀？听哪去了？我让你往那边躲一躲。老伴儿，我知道你爱的人是我，不用老表白了啊。嗯，我看看带谁上春晚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粉山都老了。一天这差打的呀，我一天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啊，太费劲。朋友们跟他交流那可真是太费劲了，我说城门楼子他听个胯骨轴子，我说烟袋油子他能听个特务头子，我要说大马猴子，哎，他能听个驴粪球子。谁前列腺长瘤子？谁呀？看你电视吧啊。那得治啊。谁？你爹呀？是吗？我跟你说话真闹心。那行。我说啥了？你行啊。晚上咱俩别喝那么多，干啥喝半斤呢？咱俩一人喝1-2得了，活活血，不喝半斤呢。喝多迷糊啊。老伴儿啊，我说你能不能别把我说的话想的那么美好啊？那喝白酒可以吃烧烤啊。行啊，你整啥吃啥的。你纯是个彪子。烤俩腰子。腰子行。我说你虎。那腰子还不补啊？补的有啥用啊？这那试试的，你还有啥想法啊？这能不能不说话？咋呀？没喝就多了，还要亲我小嘴巴？你哎呀妈，这个老死头！儿子。妈，你咋回来了？想我妈了呗。就嘴儿好，这都大半年了，你也没说回来看看吗？妈，你看我这不回来了吗？儿子，我爸呢？那不搁那儿呢吗？这耳朵越来越聋了，你说你进屋这大动静他都听不着，快进屋，儿子，哎、快点。那小品，你别长大，我看小品呢。老伴儿啊。你看谁回来了？啊，儿子。啊，儿子。耶！慢，我儿子啥时候回来的？慢，你回，儿子瘦了。儿子，你啥时候回？没给爸打电话，爸上车来接你去。不用爸，刚回来。儿子，没事，你常回来。哎，爸妈惦记你。是。尤其你妈呀。想你想的眼睛都花了，哎，你进门都没看出来，说你是对门的雷子，这不是咱儿子回来了吗？我
说对门雷子了。你看，才看清是这个儿子。老伴，赶紧整饭，整饭，整饭。来了，你吃啥？妈给你做起来。整饭啊！我儿子包橘子。你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？哎呀，还给妈带礼物了，一串项链。当你爸面就敢送你妈后老伴？不是爸，是项链。咋的？啊？项链？什么玩意儿？项链，给妈买的。这不项链吗？嗯，给我买的。给我妈的。啊？给我的。给妈带着。给我的。啊，有点花的。爸，嗯，我给你带什么礼物了？你头套都给拽掉了。哎呀，我给你买了一个助听器啊，助听器。对，当你妈面送我张曼玉好吗？咱俩上小屋说。不是爸，那这么说我不就听着了吗？体温计啊，助听器还体温计。儿爸看，给戴上。这不助听器吗？我是说助听器吧。那你说体温计呢？那会戴不？我是往那儿戴的。爸，哎呀，你快给戴上儿子，他不会。轻点，成成啊，好了，成啊，开开了。我说，喊啥呀你？我哪喊了啊？别，你吵吵啥呀？吵吵到广场了，拿的，屋里有外人啊！别喊，别喊。妈，你也是，我爸这一直也听不见，他冷不丁的带这个助听器能听见，肯定是不适应呗。别老说吧，这儿子，妈没事就吵吵，没事就吵吵，不老吵。对，儿子，妈都跟你爸过一辈子了，能跟他一般见识吗？对，我跟你一般见识。看见没，儿子。看见没？看你爸，我跟你说，儿子啊，我这辈子算回你爸手里了。自打嫁给他，一说话就抬杠，一说话就干仗。自打他耳朵聋这两年啊，这才好，这才听我说话顺耳。啊，你咋不说你天天跟我俩整甜言蜜语呢？啊，不是说爱莲是我，要不然就陪我整半斤，啊，弄俩烧烤补腰子，弄腰子还要听我小嘴巴呢。说什么？你磕碜了？说呢？啥时候那么说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亲你小嘴巴了？儿子没回之前，你没有亲我小嘴巴啊？行了，儿子回来了，我高兴，不跟你置气。对，妈，咱高兴啊。嗯。哼，置气？咋的呀？老陈太太跟我哥过这些年，咋挺委屈你来的呀？呀呀呀！那咋的？那我还降服了？我今天就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要不看我儿子的面上，早就跟你离了。那你也给我听好了，不差儿子这老大，我能跟你过到今天，我都是你儿子。爸，你说啥呢？爸，说呢？那咋的？听你说这话，过到今天后悔了呗？后悔，咱不说那伤感情的话。但是我过去那几个对象哪不比你家那几个？那咋没都娶回来呢？我忙事业，我忙。我爸那是爱你嘛？别听你爸搁这瞎说，你咋没说人家嫌你有毛病呢？那第一个嫌你爸长得丑，第二个嫌你爸长得胖，第三个嫌他说话爱抬杠。抬杠哪的抬杠？抬杠抬杠，你抬，咱俩抬一辈子抬杠，你不挺好玩的吗？抬杠啊！好啥呀？那没气死我！生气，把这辈子过去挺委屈你是吧？嫁给我这大帅哥，你咋的？你上，你打上灯笼都找不着啊！帅哥，我觉得我爸挺帅的。哎呀，就你爸这模样还帅哥呢？帅呀！儿子，妈跟你说，想当年追你妈那小白子，人那才叫帅哥呢。小白子？啊，就咱物业那白主任呢？嗯。哪是他呀？那谁呀？这得楼下锻炼身体那白莲灯。啊，你现在儿你没看着吧？嗯，啊，那现在小造型可优雅了，左手六，右手七，左膀高，右膀低，
左脚拉胯，右脚踢，一脚到1.6米。哎呦，爸，爸，爸，慢着点。你看爸，你饿死。爸的体格，爸的体格。我就告诉你，人年轻前不这样。年轻他也没好哪去呀、啊，年轻。再不好也比你强。行了，妈。咋的？听你这话茬，你俩这是死灰复燃了。说激情要燃烧老岁月了吧？说啥呢？啊，你这老死头子，能不能别搁这胡说八道？说清楚来，儿子，看见没？看你爸说的是人话不？不是啊。爸，说你爸不是人话是吧？不是，爸，我说走嘴了，我还走手了呢。爸，你消消气。拿手枪走我，还定死我了呢！你看，是我错了，你打得好。小犊子，打得好吧？行行行行，你爹不是，幸亏身体不好。行行行行，怪我，我不好，打得好吧？惯你。妈，妈，你抓我！你看你刚才不好好的吗？这一会儿又吵了起来了。这不看你回来了吗？有人给撑腰了呗？不是，妈。我觉得吧，好像是这个助听器惹的祸。我试试啊。爸，干啥呀？你跟你妈学呢，吓死我的。这助听器戴上以后感觉怎么样？耳朵是好使，心脏坏了。干啥一股一股的？小点声。质量有问题，我给你换个新的吧。换新的？啊，换个新的。换金的也行。坏，哎，儿子，我爸坏，儿子，还是给你爸戴上吧，大不了妈不出声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你说啥了？这就对了，总这样。哎，听你妈说实话呗。啊，我妈说啥了？你妈说我长相谢霆锋。哎呀，我年轻柳头是。帅，我妈是，我年轻也大鼻子，帅的。哎呀，现在都没了啊！我看你还像谢丽婷呢。没有我你不行吗？哎呀妈，哎呀妈，老死头子啊！你能不能不说话啊？哎呀，这又要亲小嘴巴了。哎呀，你没发现吗？我爸爸他听不见的时候，你说啥他都往好了去想。戴上这个助听器能听见以后呢，你一说话他就跟你抬杠。要我说，还把这玩意儿退了。不得，儿子，啊，别退了。为啥呀？儿子，你看你爸这么大岁数了，没有什么爱好，耳朵听不着吧，还就爱看那个电视，就爱看那个叫什么《本山选谁》上春晚那个节目。哎呀，这家乐的嘎嘎的呀！看完直播，看重播呀，那家伙的。妈吧，也不想让你爸啥也听不着。儿子，还是给你爸带上吧，大不了妈少跟他唠几句嗑。行。谁呀？谁要唱歌啊？爸，我说我要给您唱首歌。唱啥歌啊？最浪漫的事。谁唱啊？我唱啊。你那歌唱的不中，你妈唱的好。是吗？老伴儿，你给整整去。妈妈，来唱。就金志文那个。我这样看，你唱啊，唱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收藏着点点滴滴温柔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摇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能和那一起我的老伴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干啥没唱完？行了，谢幕了。